大家有一个概念说，来，那既然环境那几个重要的哦，那个先回归的呀，那我们就大家有共识，很和平的去了解到现在我们遇到的现况。如果大家有都达成一个共识，是该归的，人家跟他都忘记今天以前的事情，那今天你那边跟我们说，不要让我都达到这个共识。那我今天起这个红灯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我希望说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，没有任何评判。最近这几天遇到的，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是有一些共识，是速度比较慢一点。而这些共识呢，我在想都是因为我们在座的诸位，大家有这一份期望。